各位读者傍晚好，欢迎收看2018年2月14日光华夜报抢先看，今晚的光华日报夜报头条。对于世界羽球联合会调查大麻与球员涉嫌打假球案，大麻反贪污委员会证实，受调查的球员并非大麻羽球总会的球员，而是属于自由人。还是体育的消息，网上流传李宗伟的性爱短片，对此李宗伟直接否认自己是片中男主角，他怒称，有的人就是吃饱没事做。他也准备为此事报案。国内新闻，今早位于八打林在野的公积金局大楼，今早不知何故突发生熊熊大火，整座六层楼大厦几乎陷入火海。雇员公积金局向会员保证，不会影响会员资料的完整性和存款。娱乐新闻，袁咏仪和张智霖结婚17年，只有一子张牧童，但其实早在今年前，张氏夫妇曾说过希望追个女儿，不过这么多年都未见喜讯。原来他们试过人工受孕等方法，最后失败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光华夜报抢先看，欲了解更多新闻资讯，请翻阅稍后推出的光华日报，阅读愉快。